小芳，你去把地里的草拔了。有人。嗯。有人。滚！你猪脑子啊你啊！我让你拔草，你怎么把茄子全拔了？炸！青儿，别生气，我把它种回去。滚！青儿，种好了。啊！啥也干不，吃饭还吃那么多，认识你我真是打了八辈子的霉。啰里啰嗦的，我不干了。志哥，你休息一下，让我来。志哥，你相信九点九就可以买一辆车吗？我在拼多多上花了9.9就买了一辆五菱宏光。现在拼多多6周年活动，为了给新车让路，五菱宏光降价谷底，9.9一台包邮，不用拉人砍单拼价，官方赠品。你们直接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抢吧，每人限购一次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两个干嘛啊？累得我脚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知道，都怪这破车，连个刹车都没有。不过七哥，你后背的花纹还挺好看的嘛。我在临窗啊！哦，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炸！有人。有人。有人。他真香。你上医院看过没有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